天是中秋节，所有人都喝醉了，大家互道辛苦，主唱也来和大家一一碰杯。虽然大家在语言上沟通可能会有些障碍，但所有人都希望能拍出好的作品，不枉费大家的辛劳。네, 그치. 전화를 안 받아서 이렇게 찾아온 수밖에 없었어. 你我的生活隔着无法逾越的山到此为止吧. 조이, 난 네가 필요해. 剧中的林启正可能比较累一点，因为我本身虽然吊着那个，然后效果不错，然后昨天就拍了一天。今天的话，对人来说，新奇与期望足以战胜劳累和压力。飘香的不仅仅是咖啡，还有蛋糕。拍摄结束了，但对曾经一起走过的日子，就像脑海中的橡皮擦，即使擦拭，却依旧留痕。辛苦了。他非常期待还有一机会，就作为跟各位工作人员，还有跟大家能继续就合作下去，还有。有机会跟你们再次合作，谢谢你们。哎，先别吃，讲，今天没机会讲了，要不然。导演是很值得信赖的，我不想把他
演得那么平常。